黄海波应该知道吧？嗯。现在特别不好，现在特别不好，人家海波是被陷害的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又怎么样？对不对？事实是他成了污点艺人，那又怎么样？他是被陷害的，你跟谁说？你跟谁说理？嘎子是真敢说啊！近日，嘎子谢孟伟在直播中谈及黄海波，直言其现在过得很不好，网友们就直呼他是被冤枉了。没想到嘎子回答起这个话题时，还真是毫不留情。那又怎么样？最后不还是被封杀了？你找谁说理去？瞬间引发网友的热议。嘎子连这种热度都敢蹭。其实，不管事情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，我们都不能否定这些艺人曾经带给我们的影视回忆。不管怎么说，毕竟是公众人物，还是希望娱乐圈的艺人们能多传递些正能量啊。对此，你怎么看呢？